希望这个锁匙啊，会当改变咱的命运。这袂枉费哦，我专工坐上早的班机，飞转去泰国要调查清楚。无你看你遐后生，中志，就是因为你做嘅伤心，才受你嘅牵连，一出事都无好去啊！你即马知影亲人嘅事，方提出来讲我心痛。我伫少怀身上藏窃听器，不管是去接触林子谦甲仙梅，或者是讲陈忠信是真笑还是假笑，我拢有机会知影真相啊。即马所有受一个证据拢无得找啊，我唔知我下去要创啥。大嫂，你看，我找到狗狗的项圈啦。你替大嫂找到伦伦的物件，你大嫂真欢喜。因即马咧要紧伦伦的包啊，到底是讲啥？讲这个办事。我嫌少的锁匙，应该是叫蝴蝶带去啊。这至少嘛藏过十年啊，这看起来一点仔价值拢无呢。唔捌货啊你，这哦拢是公开养犯罪证。无怪你拄只讲这个物件，会予咱永保安康哦。我着看恁这对狗男女会当定无？啊，你第牛肉内面有搞啥物件？你哪会当安尼对妈妈？我伫门口针对咱两只指手画脚。刚才我顺利走出来，赶紧等伊找金英甲爸妈才用的。我娘子啊，想要脱离外江啊，无遐尼简单。